他玩得很好的。那他们应该是有配合的呀。对他单开的好像。他叠斧子，我们前三个兵，慢慢想办法处理，能吃经验就是最好的。没事没事，哎。紧张了，不该掉进化的。嗯，哎，如果他看他站位的，他如果不上来站的话，我这个进化可以不交的。是的，你看德莱文砍不砍你？嗯。他是下砍吗？不知道，德莱文是可以去帮他开的，就是德莱文是反正要叠斧子的，他不一定是下开的。我觉得这灵魂枪应该。哎，这 Q 到的话就没那么亏了。还行吧，掉血是无所谓的。还行，小问题小问题。不知道那个。能把蓝开的吧？我觉得是蓝开的，当他蓝开的吧。我、有点细节啊。没事，他 AD 没打到我。不会搞那个吧？一个兵就两级的，他们越不了的。跑太快了，追不上。他现在没 E。我来帮你打个状态，我来帮你打个状态。他现在没 E， 感觉有机会能杀。杀了。Nice。那我控线了呀。Nice， 他没闪。这个线是我的，我可以控制。哇，下路直接单杀吗？单杀好像亏了，德莱文。亏了。这个德莱文很细，他那一刀砍的不是我，他砍的是我的话，他就死了。中路附近，但是我觉得这波二 v 二要打吗？我们打起来可以打，还行吧？还行，能接受。他这波不一定打得过我的，这波。他反正踢我的话可以。哎，怎么说？没 Q 到的话。牛头能 Q 吗？我们能杀人马吗？就这了，人马四级了呀，感觉打不过啊。得走，打不过。我六了，我操！没视野斩，算了，我给他。他这波我有被满被动，他真不一定干得过我的。对，可以推，确实没回。单杀你 easy 啊，真的，你们这波线小心，我们完全靠不了。人马就把这个钱快给吃了吧。走吧，这炮都吃不了了。走吧，快跑！他这波死了就阿卡丽往下走了，不能死。他是下开。我还能看上路，但他的波变大了。变大！我操，这么猛啊！这抛个这东西，这么猛。德莱文没闪。OK。要动他吗？不是特别好动哦。那不这边好动，我告诉你要不。我可以发育的。这个线回来挺舒服的，其实。一直能控在塔前，其实我发育就还好。那我往下走了，双波。好嘞。我就跟他发育就好，现在。然后北风男有兵的话可以顶着。OK。我先刷这两组野人。我慢推一下，就是。OK。还可以，这个是。我要下路，一个小兵到那个，啊？我要动手吗？你跟我说，我要动手。我在旁边。哎，可以动。掉下去，掉下去。你拿，我拿吗 ？OK。我以为你没说话，我不知道你要动作，我不然早干他了。他们如果给机会，我就一定要动作。有点听不清，感觉声音有点小。我声音有点小。阿卡丽也去上了，又要越上了。对，我有点听不清。阿卡丽也去了。从这边，我在靠。保不死他，感觉。冷静，不要动手。保不死他。你知道我的。
越塔的战力的，稍稍的稳定。全是残血，全没技能，杀人吧，干死他！还有什么 ？Nice！ 操 ！OK OK。Nice 啊，北风，没挨过打。帅！你可以推线，我去吃中，他应该杀不了你。我有点不好推了，他如果在后面动，那我来，避吧，可惜，他在后面，大招没放好，哎，这波。不好搞，这波好可惜。嗯，大招放好一点就好了。我角度还是我还放急了，我该放稍微。阿卡丽没大，阿卡丽没大，然后闪现应该。你放他辅之那个正中心，好忍一忍就好了。哦好，好位置。正极。大招直接踹塔里，杀了。等一下，确实有点可惜啊。我放好一点的话，这波很赚。应该不用我吧 ？OK， 帅。等一轮吧，阿卡丽没闪，阿卡丽没闪。OK， 这是在做。你这波要是把他燃杀了，他就结束了，真的。没事，你四个头，中后期打战你肯定比他厉害，而且我们这阵容他们没什么输出环境。没事，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谁神志不清啊？我冷静，我冷静，我冷静，我加油。他们辅助被我调戏了一下，有点上头。那他们人马下不六级喽？嗯，我们下路也快六了，我们到六之后就不容易死了。这先锋可能还没来，先锋还没来。他们辅助一直 miss 的，对啊，就是他辅助鞋啊，他辅助鞋就搞游走了呀。我穿红上来，哎呦，我们可以开吗？你们三 v 三随便，不知道。我开峡谷了，我开峡谷了。好，我直接过来打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中了没大，中了没大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Nice， 那能补起来吗？小心人吧。他们在蓝刷了，那儿半残。我们好像可以去反他们的野区。他如果再被我 Q 到两下的话，那再说吧，很难受。这人马可能在下呀，你看他从下也在我中。啊，我们可以来，我们可以来，我们可以来。没事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死不了，我死不了。人马没打，人马没打，中野都没打。人马家里有蓝，人马家里他蓝好像刷了，他好像刷了，刷的好像是我们家的蓝。人马在中路那个头，人马在中。没事。这不，我一定要下半去打架，你们等我。好顶 ，nice， 到底没 Q 的，打过吗？卖了吧，能 Q 到他吗 ？nice， 帅气，哦哦，好抖，我也上下，压力拿闷你，哎，我来收他，我来收他。我看到了，注意。中路能看吗，主播？我来。破壁了，看一下我。好，我三项出来我就没那么慌了，三项出来。人马刚才上我，人马刚才上我。阿卡丽往上走了。还没大的。我在改。我操！一刀。靠一下。我们能包。很难受，差一点包不了，可惜。上那儿吧，阿卡丽可能大招要好了。人马上那儿没，就上那儿吧。回去。一刀吗？一刀了，我开了。可惜，刚打了，等一下。你是中古线吧？我闭了。我们推上了呀。锤石 miss 啊，锤石 miss。锤石不见了。推完了，我去中路，小心锤石大佛，小心锤石。哦 ，E 还没刷，稍等。这波等一下，这有点危险。我操，这么狂！这波等一下，这波等一下，这波等一下。他没闪，是不是吧？我还打得好狂啊！得走。哎，他没布甲鞋，我自己秒他的。布甲鞋就不操作了。操！我睁眼没放对位置，好烦。别拉我，别走。啊，消耗一波。亏大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被抓了。人马还是阿卡丽往下，阿卡丽往下面走。这波是真要被抓了，我这波没搞好。还人马也下去了。等我。先退了，要不这波打不过，这波先不打，这波等不打。打得过吗？他们可能四个人哦。OK， 打得过。阿卡丽在中，你们看着办。我操，两个眼。呀，我这睁眼没放对位置，不然他死定了。我先刷了，你们这波线稍微慢一点。刷吧，没事，我现在就把兵 Q 的就行了。行吧，我来。好，
他刚刚人马在上吗？人马在上吗？应该在中间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是很清楚。阿卡比残了，可以掩护我一下吗？我可以掩护，我在中路左边。他血量很残。哎，他们双人组，不知道去哪了。他们出海妖了，他回家出海妖了。这都城有的说法吗？那我应该随便打的。嗯，单杀。Good, go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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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ery good, very good。帅帅帅气帅气帅气。他海妖的其实砍你伤害挺高的都。啊，他看我一下吗？北风，快快快！我需要了，我需要援助。干他不？哎，我没接到。有眼神吗？帅！哎，怎么每次对面都杀我？我靠，没接到，奇怪呀！哎，不然你估计还能抢救一下。杀掉，感觉可以操作吧？你们两个。哦，但是被挡 Q 了，我暴击了吗？哎、暴击了，不然不会死的。七八，他会有一用一挡那个呀。哎，这都出伤害了吗？哎呀！好难受，他运气有点好。我也好难受，是不是啊？他灯笼他灯笼丢的位置有点好，正好是丢在就是我把闪现踢回去的位置。这我就没有想到了，他好肿啊！这不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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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有点回血了，他这样受击者应该能做出来的。没事没事，我打算杀一个人就行了。他这波结束了呀？这波有点难受。对吧？我操！我这特他妈暴击的，受不了！死！Nice！说实话，这波是赚的，因为你是先死。我麻了。我也 nice 了，没事打。我也去。我们有点肥肉。等 EZ 魔宗，我们再打架吧。他们将成为是神者。怎么又偷啊？这人啊，猛猛偷。亚历转下了。那就算了，我就下了吧。我们转线吧。我们也小心，现在这德莱文装备有点好了，就收集着。我们得等 EZ 魔切。是的，这德莱文装备有点好的，得忍一下了。哎，这逼！我这开啥鼓吗？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我们下路现在打不过他们。现在不怕，来不了，我可以来。得稍微避战一下，我感觉。不来好打，我要有魔宗之后我才对他们德莱文。你好，不来人，我们尝试偷一下。你们看着办。我们真正打起来可能打不过。我们在偷，我们在偷，他们好像这边没视野。快打快打！哎，好偷好偷好偷！我先闭了，我先闭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30块钱吃不到没有关系。哦，还有一塔 ，good good good。打团只要盯着德莱文就行了，这个眼的哦，他排你排掉了 ，OK。攻速没那么快吧？还有一波线中路，这波线推的我最好回一波。等魔宗，等魔宗，现在不打了，现在不打了。让小龙给也行。看这条小龙，我魔贴出不来的。魔切出来给就行，不急不急。我魔宗能做出来，但我魔切出不来的。尽量先避开德莱文打吧，我们可以来我这边。阿卡丽去中路，小心。哎，如果我们可以来这个边路打。闪现踢过来德莱文的话，感觉是能打的。他有进化，如果能秒德莱文，肯定能打；秒不掉的话，就不好打。好像还有一波线，人马们上路不投。那这条小龙我们是打还是放呢？不打最好，真的不打会好一点，风险太高了。我回了，我真的回这波。
我也闭了，我也闭了，我们下路双人组全闭了。没事，我跟。挑战我吧，凡人！我就在这儿。好像真得等魔切啊，不然伤害确实会差很多。对吧？我们不急吧？对啊。我们等魔切出来发一波得了，我们就好了。我们这条龙放了，下条龙跟他们打也没关系。好。他们打小龙，要不尝试去把上一塔给他拆了，你就去上路。先看吧，先看他们。我不知道呀、啊，这人马好像又。我们要想好了绕着小龙的呀。我主要是看着上路，他们是想越的样子，他们不一定要。他们好像没在小龙呀。他们不一定要的样子。他们不要，我们也不要。我操！他妈的暴击真的猛啊！这一刀下去。我去防守啊！我去防守，我看。那我们上一塔也拆不掉呀，这样会亏的感觉。拆不掉、哦。没事，会急了。上眼了应该。他快流表了。我也往上套了。这一滴状态不太好了，中一塔没那么好了。对，他龙已经打完了，不用靠了。对，现在靠就时机没有那么好了。确实，中一塔有点压力哦。让我推一下，把他眼排了，他又点了个眼，应该。不管，他肯定往中炮了。刚刚你直接去上就可以拆了，不用放前锋都可以拆了。我们等魔铁打架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忍一忍。好。啊，这个我是不要等级。我操！他妈傻逼进化叫。啊，阿卡丽有想法。啊。中南看一下吗？我踢了，你躲一下吗？那可能会去。标了两技能哎，对，压力有点大呀。确实掉闪了，确实掉闪了都。下回有大招，有双。这闪掉的挺难受的。人马在后面。上路能稍微。德波，你们做好撞一下就走啊！我在下、啊，我没踢的。他们会上去的，确实。快走吧，这波不是我们的回合。好嘞。要等你闪吗？可能一滴一滴闪，其实不用等，等他的进化吧。等魔切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打了。魔切可以出来了，这波出来肯定有的。这德莱文又敌了很多被动的，直接把他干一波。还好，德莱文这个装备跟 EZ 比是一样的，差不了多少。他前期不肥，他现在肥还好。打团他没有 EZ 厉害。我们可以先白嫖他们的闲牌，等那个德莱文上来输出的时候再去说哈他。哎，他又走了。他在憋无尽，他估计收一个人头就有无尽的，快有无尽的钱了。我操！那我们打烂吗？打烂我们。我要找艾奇。最好不要等他无尽打。我感觉现在得来开一波了，我在看剑魔不在我们，哎，得退一下，退一下，你们说来这边打就来，河道打，那我就马上来，这还可以啊，我已经到了，哎，太装了，不行，推迟，被打残了呀，跟不上，这波有点危险，能退吗？退一下吧，退一下，人马有大，退一下。拉扯打，人马，兄弟们，人马能上了，我一他了，给他换点火了，那大龙，别追了，大龙 ，OK， 我这边把加里奥给杀了，不对，弄个阿卡丽，因为德拉波斯要崩掉了呀。没事，他们去下路 TP 了，他们已经去下路了，可以直接去协防了。他直接下去吧，直接下去就好了。他还没 TP 啊，他直接下去就好，来得及。好。那交闪没？他上来拍的时候交闪没？交了，这我闪现拍的，闪现拍的。OK， 那没闪。那没闪的。那在这屋。他应该死了。19段，对，他上充电宝呀。
帅帅帅帅帅！我操，他妈出错了，还好能撤销，出个水银，我直接，我直接要出地。他没加什么技能在，推中医吧。20秒。嗯。这中医塔推了就会舒服很多，这中医塔一直在。德拉文，我要补，不过我也推了。有现眼他们。你补一下，我这边找机会绕开的，看一下我位置。我还差一点啊。我没看到。差一点。我在套中。打他一套吧。走。稍微慢点。往后拉一下。啊，他们要打牛啊！我死不了，没事，死不了。没事，血量被我 Q 下。TP了，看一下我后面，我这里，那个小的，能秒他吗？晕住了，就我，那没死吗？哎，我没啥技能没有。nice， 去上那吧，那没闪的。小龙要刷了，小龙要小龙，这小龙可能要给了，去把那杀了吧。我杀吧。来小龙可以打，等我，可以打，我很猛。人马没大，人马没大。对，人马没大的。德拉文有闪，他们好像。德拉文有闪，德拉文有闪，看我这里。我在看。Nice。过的。好。人马没大。他走了，行。Good，nice。好拍啊。上塔，降头，来一下。包他一下，这那可以上。我去小龙了。他要换塔。这塔他如果拆的话，应该是掉了。掉了吧，他人下了就行。他有大。他没大吗？有大。跑不了。OK，Nice。我毙了。德拉文死之前把进化交出来了，交出来了吗？进化了，交出来了，最后的时候交了。OK。他还是有闪的，这德拉文一直有闪。OK， 我下面我也有闪。德拉文闪一直没交呢。他右边应该是有人的后面。我接下，稍微靠我一下，我现在不敌了。不用急，大家。碰不到子弹。我来看一波线。OK， 我再看。看我位置打。好。这边要进看啊。我留不住他了，我。哎，这边要进吗？我去看中路线了，大伙。这红 buff 等一下吧，我们在这等着吧，把这红打了吧。啊，锤石，那不在，他可能他没踢的，算了，不行，要不反他点野，我们得等龙了，反野等，怎么说，反野等龙吧，这里是有视野的牌了吗？我没扫，算了吧，我没眼，他们要开回，其实。我们建模不在，北风你小心，大人。我在看上了，我先往回一波补刀呗。去搞这个那去的。那没闪，靠一下。水月雨啊，交闪了，锤石没闪，锤石。哎，可以看他们下路，哎 ，EJ 看一下，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。锤石交闪了，我这有个锤子。死了，还有一个可以追。这波可以直接上高了，他没闪的。AD 别追吧 ，AD 别追吧。我走了，他这个位置我就不可能追不了。AD 别追吧。Nice 啊，31个。我为什么要贴？人马没大。大龙一分钟。拆完中一回吧，上二不拆了，乔某上二不拆了。我们拆，我们拆。加到 T， 可以，还是可以推的，看一下，可以推的。拆塔吧，我死不了。逼了，回去做大红线，来。OK。我退了。我也逼了。我再走。人马没大。我这波补个表吧。
我也补个表。我包把那个格莱文踢出来，没踢开你们直接碰我。纳尔的踢也好了，阿卡丽没踢，阿卡丽没踢。他妈还在抓我。阿卡丽没踢，然后德莱文有进化了，进化好了。谁打的核心？啊？阿卡丽这边给个眼，这边给个眼，我直接踢过来。给这里，给这里，我直接踢过来，我们把他杀了大了。我再包，我再包。我感觉别跟他位移啊，再把他顶过来。他没烟雾弹了。他要到这边去。没事没事。他没烟雾弹的呀，他直接大龙，直接大龙，直接大龙。压个起身。压个中塔，得去看，别给他们推，我们中塔可以开了，我有闪。随便来个人跟我就可以了，随便来个人跟我。人马，我跟你，我跟你。来个人跟我，来个人跟我。我跟你，我跟你。我去看人马。我闪现三秒。我这边。锤子后面点阵了，你去找锤子，你去找锤子。啊。OK， 他死了，他守护死了。这人马我拦不住啊！没闪，没闪。这人马拦不住啊！这人马。走。拦不住啊！这人马。杀。没双，得了，没双。过得。推中路吧，推中路。我有点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包一下，大伙儿。杀了，走不了了。杀一下吧，行。那也没有预判到呗，好难受啊。Nice。嗯，没有三狼。那还交了个闪现。还差一波，我操，冰心涨价了，我忘记看了，妈，冰心他妈还贵200块钱，我操！对啊，很尬，我今天出不点也发现涨价了。小龙20秒，小龙20秒。他们不敢打吧？有点小亏，更新之后忘记了。我等你钱。我到了，江狗。我在你的后面，那我去装杯了。到了，再干啊！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没双，没说法吗？有没有说法？这位置啊？我们可以这边直接一波，这边不着急。稍微等我一下，那我就直接冲了，兄弟！我把他点了，大伙儿。直接一波。冲一波，抬吧，下路一波了。人马没大。那是。拆塔吧。哎，定到了。死了。人马没大。帅。再杀一波。啊，还要再杀一波吗？看你们，我知道。推吧。nice。 好，good。我挖个声音，